啊！水水的。小林玩具。喂，这是什么？软软的。哇，哦，这是捏捏乐。这个是绝对不能吃的哦，只能玩的玩具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是拿来干嘛呀？每个人选一个吧。我要这个。那我就要这个吧。冰淇淋。今天是制作冰淇淋的挑战赛，要各自选材料做冰淇淋。制作冰淇淋？哦，这不是那个吗？就是盲猜的那个，伸手进去摸的。哇，这会不会很恐怖啊？是啊，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制作冰淇淋的其他食材就要用这个方式来挑吗？哦，也太刺激了。也有可能是惩罚的。第一轮。这个是巧克力味道的冰淇淋牛奶。哇，第二轮。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玻璃瓶。我，哦，这个也是凉凉的。三二一，我拿这个。我这个是草莓酱。酱是花生酱。第三轮。这个好吧，那我就拿这个，当当，类似小饼干的感觉。第四轮，棉花糖，一个这个，我有点像棉花糖。那边怎么那么水啊？这边又是什么啊？我这边怎么都是水的呀？三二一，我拿这个好了，你先拿。啊，你那边是什么？我是这个棉花糖串儿。我这个是，哇，水果，水果沙拉。第五轮，啊，这哦哦哦，是瓜子的感觉。问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边是什么？这铲子吗？这不是铲子吗？铲子吗？那我就拿这个吧。我也拿这个。我就拿这个吧。哇！谢谢啊。那我只能拿这个了。这一轮我们是挑的那个道具，我挑到这，哎，可能道具放不进去。这什么呀？我冰冰的。我知道你这个是炒冰淇淋器，然后我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，是，哦，这是盐，粗盐，粗盐加冰淇淋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太狠了！天哪，我所以是我这个是要怎么样吗？将冰块和食盐放入大拉链袋中，冰淇淋材料放入小拉链袋中，小拉链袋再放入大拉链袋里摇匀，就可制作出冰淇淋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原理，竟然还有这招！好吧，快给我冰块。我们现在是要做冰淇淋，我才发现这个不是冰淇淋，这是奶油。奶油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材料呢做成冰淇淋。我现在要开始喽。首先，我呢是利用冰块跟粗盐来做。首先，这个里面呢，我们要放冰块，这个就是做冰淇淋的原料。啊。块放进去之后呢，再放这个盐。我这个方式还是第一次用哎。这样子的话，听说冰块呢就是不太会化掉。哇，你那个已经变成冰淇淋块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冰淇淋，这个就是冰淇淋。哇，我要放其他的，这个是巧克力味道的。我这边呢是小的这个口袋里面呢再放其他的冰淇淋材料。先呢把这个鲜奶油倒进去。然后这个呢，这种奶油呢再放一点，因为这个是草莓的。我这个牛奶，鲜牛奶也放一点。然后这个布丁。最后我再加一点这个花生酱，我还有一个草莓酱，然后我这个呢这样融合在一起。马卡龙的话我给它敲碎，敲碎了弄吧。混合，你看我这个里面布丁都看得见。但是啊，我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冰了。哦，要不要我放到冷冻室再冰一会儿再送过来。 OK OK 可以。好的，看到没有，我已经把小袋子放进去了，我现在就是要来摇它。那是要摇摆十分钟吗？哎，你累的话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再摇一会儿。好的。哇，这个方法是真的可以的吗？我帮你摇。好嘞，就是摇冰淇淋。对，冰不冰？手应该很冰。没事，太厉害了。哎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我看看。哦，真的，哇，其实感觉还不错的，竟然真的能形成冰淇淋，有没有？哇哇，我快看，我的冰淇淋就完成了，赶快尝一下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尝尝。哇哇，你别说，味道还不错。我觉得这个布丁是点睛之笔。哎，
你的怎么样了？哦，对啊，赶快拿出来看看。来，大家看看我的炒冰，我看这个。哇！哇，评价一下。哦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马卡龙。啊，有马卡龙，还有那个水果，那个水果已经太稀了。是那个香蕉。对。我觉得还是我这个好吃一点。我也觉得。所以今天的胜者就是这个手摇冰淇淋。认同，认同。